家好，我是妍飞，带大家一起吃美食。好浮夸，我还抢频道了，哈哈哈哈。来到首尔，有一个朋友自告奋勇，你什么时候去首尔？我要登记。他叫做单口喜剧第一把女演员交易，我可没这样说哦，第十三把。妍飞台南人，台南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美食，没错，食物就是一切。本集是已经沉瓮底很久的一个单元，叫做滔滔不绝。有这个单元哦？有这个单元呢，就是吃来宾的口袋名单。我来韩国两次，我已经把我吃到最好吃的东西都交给你。我一定要带你知道什么叫做韩国，跟我们找的必吃三样完全不一样。这边全部都是韩国来你一定要吃到的品项，绝对好吃。进阶版的必吃三样，收进口袋，我们滔滔不绝出发 ，Go！ 出发爽吃，有这么可爱吗？吃过这家吗？我没吃过这家，所以我才跟着你的名单吃啊。我就是吃过别家，我要吃新的啊。它那个马铃薯绵啊，跟台湾的那种马铃薯不一样。台湾的有什么？吃到那个有纤维的感觉，不好吃吗？这个哇，跟它的肉一样，哇靠！哦，我现在想到我都是流口水。这个酱一绝，回去台湾永生难忘。这酱真好吃，台湾从来没吃过。永生难忘酱，我让你一开始看就想说，这么大块怎么可能吃得完？两三下都吃。最大块的就是要给你，有没有？可以。再来怎么样？土豆一定要一块的啊！来，来姐姐碗里，哈哈哈。我好像自己做一样，哈哈哈。哎呀，许我这个没有，你看，在台湾看过这种，好嫩，没有煮到干，好嫩。哦，这酱料调刚刚好，什么味道都有。此生难忘酱，这个很足哎。它是洋葱加青阳辣椒，然后酱油基底，再加上一点点芥末，还蛮好吃的，加一点点酸酸醋。这就是韩国马铃薯汤的马铃薯，它不是松软哎，它还有点弹性啊。哇，你很会讲哎，弹性对。韩国的马铃薯排骨汤呢，他们都一定会加上芝麻叶粉碎粒的，然后让这个香气怎么样冲上来。那我觉得他们这家很厉害的事情是，它是用新鲜芝麻叶。我前面很少看到用新鲜芝麻叶，而我是紫苏叶，紫苏叶的香气，他们是同科的哦，但是它是韩国芝麻叶，你可以说韩国紫苏叶哦，就是大片的，这个很香，超好吃，很好吃的。我吃到这个，我什么都包，马铃薯排骨汤包，烤猪肉包，阿嬷包。那你最喜欢吃这里面的什么？我全部都喜欢吃，选不出来，我连这个我都很喜欢，这个就是他们韩国糯米椒，我应该是大黄瓜，然后他们的酱。因为你吃这个很重，嘴巴就一看就倒进去了。对，但你刚还没吃到就有反应，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小黄瓜。他们小黄瓜，哎，他沾那个大酱，要跑来这里吃，要来顺嘴就吃。对，汤头真的很棒。汤头不死咸，有些太死咸了，我马上就有点水肿。你是不是想说我没做肿？那请问现在是有肿还是没肿？可以走。今天的欧巴担当。欧巴，头发掉下来。你可以对头发掉下来，欧巴。我最喜欢这个酱。嗯，因为这个酱我没有吃过，因为那个瓦萨比其实我蛮怕瓦萨比的那味道，但是这个瓦萨比它只有一点点，然后会觉得很提味，这我觉得它使用最好。此生难忘吗？对比那个日本的生鱼片的那个瓦萨比还厉害，所以我那个肉就是狂沾那个酱狂吃。那盐贝也是此生难忘吗？你说此生难忘，当然了。我换一个吧。马铃薯排骨汤就是要吃这种整洁的，然后把它炖到烂了、化开了。但是我觉得它跟别家我自己吃起来不太一样的是，它的辣油汤头，它红但不辣，没呛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说不出话，可以直接整个干掉的那种。我觉得它跟宏大吃起来汤头不太一样，宏大的汤头呢是比较深咖啡色的，然后它的味道比较浓厚，但这家它是红辣油的香气比较香，清爽的猪骨味。吃马铃薯排骨汤到最后，我根本就不会用汤匙跟筷子，我会这样子肢解它们。那很稀吗？嗯。我要吃到那阿舅妈在收碗盘的时候，以为有一只狗来过。你很会吸，你真的很会吸耶。嗯，因为我们是马铃薯，所以我们现在才会一起晒太阳。真的好热，好热。Oh thank you， 哇 ，Oh thank you。刚才干嘛？刚刚都没有很注意到。
到我们吗？自己要帮自己制造一碗滚烫的热汤。哇，猪肉汤饭。我这最绝的就是他最后会再加拉面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人类可以抗拒的啦，能抗拒的那已经不是人类。可以再软一点。我这个带女朋友吧。可以。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。这时候可以。下班，你说这一集就是下班，这一集是到这边。你们兴奋了吗？田飞，我们第二家要吃什么？香蟹。你说那个当拌饭。快！好久没有无脑跟吃了，你们也无脑跟吃对吧？应该现在很多饕客都不知道什么是滔滔不绝的单元。哦，对，因为太旧了。太久了。田飞现在很沮丧。对，我走错路了。我找到那个日本酒嘛，我傻眼，还拍完了啦。很丢脸，你怎么都一直拍啊？哦，因为我是让滔滔不绝这个单元复活的女人呐、啊，走错路有什么关系？超级好吃，但是那里面不能拍东西。小板答应我说 OK 放，对，你们不要问我，是不会回答的。可以来问我，哈哈，太想法。反正不要制造人家麻烦，好不好？就是进去好好的享用。一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一大盘隔壁桌点的，我的妈！我直接点了两只蟹，两只蟹，然后一盘虾。然后一碗那个蟹酱拌饭，我的妈，蟹黄就是一点腥的味道都没有。然后它直接吃的话，你就挤出来，然后看它这样的啊爆炸，然后一口吃进去也完全不会咸，很鲜。一直会说我的妈，因为真的太好吃了，真的好吃。现在想起来还是会流口水，然后手还留有一点点，因为你要这样挤，那个味道会到你的指缝里面。现在闻怎么样？海洋的味道，没错。有些地方的酱蟹实在太咸了，但是那种很咸的很可怕、欸，对，又有点燥舌，可是刚刚那个完全没有，一点腥味都没有，淡的地方那样哦，软嫩到，而且它的肉超甜，超嫩，超好吃。我的妈，你知道它跟那个饭拌在一起，你不知道到底是你两个都非常 Q 弹，你有点分不出来，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？但是你吃到肉的时候，它那个鲜味会跑出来，这就是拌饭的美好。我的妈，没错，蟹黄拌饭，反正韩国人就有三种吃法，第一种吃法就是把蟹挤出来加在饭上，第二种吃法呢就是把饭挖出来夹在蟹壳盖上面，第三种吃法就是拌好以后，或者是放上海苔包起来吃，包起来吃，好好吃。反正来韩国不管怎样，你们都要找一间酱蟹吃啦。下一家 Go，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家，宵夜，这个是一定要吃的，这个是我上次来韩国吃的时候念念不忘，真的跟那个酱一样念念不忘。但今天来大家吃的是我偶像华沙，他在那个。Chilling， 哦，回这首歌，就是 Chilling。你知道粉丝吗？你是掉粉，你是掉粉，你是掉粉啊！反正就是华沙，他在那个韩国节目，他有来吃这个烤牛肠，然后吃着吃下就爆，吃牛肠。只能说我跟妍飞在吃的上面合拍啦，合拍，合拍。套餐，你知道是华沙的 SOP， 先吃肠，吃到把那个油全部这样，不是，全部都喷出来之后，然后再拌饭吃。他跟朋友来吃，然后吃一次太臭，他们就不吃了。我们是大叔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们是美女，你在乎身上的味道吗？不在乎，那就对了。那你在乎吗？我也不是美女，我是淑女。哦，这是你想女人的味道吗？这是你要的吗？一年油脂喷出来，都是我要的。我要的就是肥滋滋油腻的人生。哦，快喷出来！香不香？我就问了。要哭吗？真香香！它有牛大肠、牛小肠，还有牛胃跟牛心。我吃到牛大肠的时候，我整个那个油脂这样灌脑门，疯
料，很香对吧？牛肝汤很香，而且真的没有那种像我们一般知道，就那种腻的感觉，完全没有，它就是香嘛，为什么？油油香香干煎，然后它最后又呛一个烧酒上去。台湾好像很少在炒泡菜的，对，很少会炒泡菜，但是我们超爱炒泡菜，也是我们韩国朋友教我们的，很香。我们买点杏鲍菇跟金针菇，因为我觉得它吸那个大肠的油之后，那个很香。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炒洋葱，我觉得也非常香。香，就炒洋葱之外还有炒地瓜，而且他们这个都会吸那个油吸到很透，然后一吃就很软，对不对？然后洋葱的香气会完全跑出来。大蒜这样子超好吃，很好吃哦，烤过的。是敢整颗吃大蒜的那种女生吗？当然敢啊，好吃的东西有什么好不敢？人活着就是要这样，快乐。嘴巴臭回去再漱口就好了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嘴巴臭回去漱口就好了。牛大肠配大蒜。怎么样？你跟他灵魂对接上了？我们在天堂交汇了。赞赞赞！我最喜欢大肠，因为大肠里面的肥肉怎么会长那么满啊？大肠的肥油是你可以感觉到很像云的那种绵油感，但是小肠是比较像粉的，你是那个粉肠汤这样吃，然后粉粉的感觉，就是那个烤小肠。但大肠那个肥油哦，火山爆发式，对，爽，很爽，真的很爽。因为你真的很会讲。牛肚啊，对啊，我就在吃。浩克，你们真的喜欢对了，厉害，很会讲，就够功了。哦，不占位。对，就是肠镜的肠而已啊，啊也没东西啊，对吧？没错，反正金针菇也是蛮甜的，就是很好吃啊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来就吃就对了。其实是你要喜欢吃大肠跟肥油的女生哦。对啦，又不敢怕，那这样的。聊到大肠，哦，你好幸运啊！就是没吃饱的话可以炒，我本来就没有那么一炒饭，那我就觉得会想要一直吃一直吃，还不给它点下去的。前两天什么雪碧，好无聊。我来韩国两天，吃炸鸡要配什么？配酒嘛。结果我们四个人只有一个人点酒，然后店员说、哦、only one， 妈啦，这是什么？烧酒，烧酒。汽水到果冻，果冻，果冻。吃完三间店，妍飞的必推，滔滔不绝。第一个是马铃薯排骨汤，第二个是酱蟹，第三个是烤大肠。马铃薯排骨汤，我觉得那个汤在冬天喝到真的非常爽爽。但汤我就可以一直喝一直喝，看起来很浓，但超级好喝。蟹的鲜甜，那个蟹黄的感觉，而且真的打破我们以前所有对在吃酱蟹的印象，什么太咸啊，对，然后只能配饭。它光是生吃也很好吃，烤大肠，还有那个焦香啊，还有那个大肠的那个油香味。环绕在心里，下次来还会愿意去吃它。一二三，酱蟹。我跟你讲，人生中就是有这种，就是跟你一起野蛮，然后又喜欢吃生食的朋友。像牛肠是臭嘛，就很多女生是不 OK。然后酱蟹是生，有些女生怕，就是要找我。好的，大叔，大叔型好友，而且我们要共享一种味道，这里是手指，手指。其实我有推荐我的三间滔滔不绝，大家可以回去看，不一定要吃到我们推的这些店家，但是这些品项你绝对不会错过。没错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觉得我跟他谁比较夸张？下面留言。三是以上皆是。那个阿肥看起来我们在家已经行动很缓慢，到这里怎么动起来？一下，我都没有停呢，我真的我不敢拍阿肥。生命力，生命力，阿肥跟阿妈很有生命力。这个汤，我跟你说，他。就像母乳，生而必须，妈妈挤出的那个奶。这个汤就是《进击的巨人》里面那个挤水一打就打，变巨人。哎，你比较夸张，我赢了吗？挤水一 ，Q。是啊，我偶尔会 Q 一下你。我试试看，看效果好不好，看会决定。对，好喝。哎，这段放花絮。有一辈子我一定要投胎当看韩国的猪。反正杀掉回去就再重来了，对，滋养人类是吗？死要死的光荣啊！你真的很厉害，你是不是也要跟我一起当隔壁眷？我要当济州岛的猪。学人，那你觉得最好吃的？第一个是什么？卡掉，把他的画面全部都给我卡掉，卡掉。